闭嘴吧，如果不是你故意打破计划，夏小姐也不会如此。你这个人上辈子是柠檬精转世吧？以为自己当个明星就很了不起啊？我看你不爽很久了，次次挑夏小姐的刺，语气也这么咄咄逼人，当我们其他的人都眼瞎耳聋了吗？其他两位参赛选手也捂着嘴巴笑，夏浅汐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个男人。跟我这样说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什么东西与你无关，只不过你一个小小的戏子拽成这副模样，我还真看不上眼了。今天晚上其他三个人得到冠军，我都很服气，但要是你的话，绝对是史上最糟糕的一次比赛。你，我什么我？还真以为得了个国民女神的称号，就以为所有男人都要把你当成宝贝了吗？我看见你这种女人就恶心。我劝你还是不要继续跟我对骂，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。最终，唐诗柔虽然很生气，还是将目光给落在了别的地方。男女主持站在舞台上面，自信从容地将台词稿给说了出来，并且还给所有观众普及了今天晚上如何比赛的规则。紧接着，又是一个超级男歌手出场，将现场气氛点燃。夏浅汐他们则在后台稍作休息。等到这一位男歌手唱完，主持人便开始让第一位参赛选手带领着模特，然后开始向全世界的人展示他们所设计的服装。浅汐，我给你回放一下刚刚教主抱你的那一幕。天哪，简直不要太美好，我都怀疑博大少是一个多余的存在了。正在喝水的夏浅汐差点就喷了出来，因为在手机屏幕上面，他竟然一脸小女人的被另外一个充满霸气的女人给抱着。距离夏浅汐跟许清月不远的位置，则坐着沈以琛跟唐诗柔。很快就要轮到你上台了，我给你找的模特都是米兰时装周上面最具有人气的火爆模特，这些模特自带粉丝跟流量，再加上你自己的人气，还有我们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你摘冠的概率很高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平常心发挥就好了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发挥的。以琛，等到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举办婚礼好不好？唐诗柔原本还打算找到更好的，然后一脚踹掉沈以琛。但是夏正朗所有的财产都已经给了夏浅汐，如今唐诗柔又重新开始讨好沈以琛。婚礼的事情不是说以后再说吗？可是我好像有了你的孩子了。什么？你确定怀孕了吗？是啊，可能是老天眷顾我，让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之后，又赐予了我另外一个孩子。可是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做好了安全措施啊。安全措施也有意外发生吗？不能百分百阻止怀孕。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的话，等到这次比赛结束，我会去医院打掉。你先好好参加比赛，我会娶你的。真的吗？以琛，我好爱你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快轮到你上台了，你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在入口等待着吧。诗柔，还有一分钟轮到你，做好准备。上一个选手走秀快要结束了，我们这一次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神秘嘉宾为你拉票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还有30秒，25秒，10秒，3、2、1，走。虽然唐诗柔看起来挺让人讨厌的，不过这朵白莲花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就连我一个女的都如此认为，更别说是那些屌丝男了。不过再怎么好看也没有我家浅汐清水出芙蓉好看，你这样倾国倾城的容貌，即便是化成灰也比唐诗柔化了妆好看1万倍。许清月的这个比喻让夏浅汐的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，她
他一点也不想要化成灰啊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没想到舞台上面竟然缓缓传来了男人充满磁性的嗓音来。天哪，为唐诗柔拉票的竟然是蓝慕贤，要疯了要疯了，蓝大好帅啊。虽然不太喜欢唐诗柔，可是蓝大竟然亲自为唐诗柔拉票，好吧，算是对唐诗柔路转粉了。唐诗柔，唐诗柔，唐诗柔，蓝慕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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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而不仅如此，蓝慕贤甚至走到唐诗柔的面前单膝跪下，然后将手中拿着的玫瑰花递到了唐诗柔的面前。而唐诗柔跟蓝慕贤的身后自然是15个模特。太不公平了吧，比赛方怎么就这么偏袒唐诗柔呢？上一次的拍摄宣传片就给他各种大牌的限定，如今拉票还要让蓝慕贤来，真是太欺负人了。你看看唐诗柔找的这些模特，即便是单独拿出来一个都可以独挑大梁。淡定一点，这一次是服装比赛，看的是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服装款式，并不是选美或者其他。而且给他安排的歌手也很有名气，虽然在国内比不上蓝慕贤的人气，甚至夏浅曦觉得唐诗柔跟蓝慕贤的行为非常夸张，所有人的注意都集中在他们身上，谁还会在乎唐诗柔所设计的服装呢？哦，你说的很对，可是今晚投票是大头啊，唐诗柔跟蓝慕贤的脑残粉看得出来什么是服装设计吗？他们只会砸锅卖铁去疯狂给他们的爱豆投票。就在许清月话音刚落，一道黑影就落在了夏浅曦跟许清月的面前。啊，罗大少，您坐在这儿。马上就要轮到你参加比赛了，我会在舞台下呢为你加油，不管今天晚上结果如何，作为老公我都会给你奖励。薄叶白说完了之后还俯下身子，当着许清月的面在夏浅曦的额头上面吻了一口，而夏浅曦脸上的困惑更加的明显。他记得自己刚刚一个人回来，留下了薄叶白和韩北洋，只是夏浅曦还没来得及询问薄叶白，这一次负责人立马就神色匆匆地跑到了他们的面前。浅曦，出问题了，否则给你拉票的那一位歌手突然间吃坏了肚子，因为拉肚子，许拓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，我们只能重新为你安排其他的歌手。你告诉一下你的模特，彩排时候的歌曲已经不能用了。妈的，绝对又是唐诗柔搞的鬼，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。这一次比起前几次已经很好了，至少我们这些当事人一点都没有受伤。现在安排谁为我们唱歌呢？现在还有这三位歌手可以为你们拉票，不过人气是比不上原本给你们安排的那一位。浅曦，你喜欢谁就挑谁吧。你确定这三个都是歌手吗？我为什么一个都没见过？这些都是临时替补的。